同样是在昨天深夜，经传了命案，在桃园机场有一名男子呢，在凌晨3点多，因为不明原因，他闯入了电梯的维修管制区，甚至爬上了通往屋顶的猫道。在通过的时候，疑似忽略了中间是有10公尺的空隙，突然就坠落到了出境大厅，被人发现送医抢救之后，还是宣告不治。桃园机场大厅平时人来人往，有许多旅客进进出出。不过就在25号凌晨，桃园机场二航下有一名男子因为不明原因坠落出境大厅，送医不治。警方调查，死者是41岁邱姓男子，24号从花莲开车到桃园机场闲晃，隔天凌晨3点多，男子未经现场进行电梯检修的工作人员许可，趁人员撤场时擅自进入可通往屋顶的北侧维修猫道。原本男子疑似要通过猫道走到南边，却忽略猫道中间有中断10公尺，疑似反应不及，才会从5层楼高的猫道不慎坠落到3楼出境柜台。男子头部受到重创，被清洁阿姨发现，紧急送医后还是回天乏术。机场的安全本来就是机场这里要控管的，你限制其他的就是要出境或入境的人不能进去，那就表示那个是只有属于机场的工作环境。机场人员维修管制时出现漏洞，造成憾事发生。对此，机场公司表示会对承包商违反作业规定追究责任，也承诺将进行内部检讨，避免同样的意外再度重演。记者王小华、刘荣杰桃园报道。